半夜千万不要打开柜子，不然你会发现。那个傻子。小雨，快看，这只猫是在上楼梯还是在下楼梯？上楼梯啊！哎，不对，它好像在下楼梯。这张照片啊，饱受争议，有人说是在上楼梯，有人说是在下楼梯。其实仔细看细节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小猫咪，你妈妈打架了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大了。啊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也好想要一只呀。离开你，丽蓉蓉，你别来了，你看都下大了啊！收工，让他天天过来蹭我们的饭，哼！丽蓉蓉根本就不怕羊。Round two， 怎么那么痒啊？他在用什么东西挠我啊？动哇，好多动物啊！好玩啊！等等我！哎，走！该不会还有人没有萝卜刀吧？是，该不会还有人没有萝卜刀吧？来，让我给没有萝卜刀的人拍照。看书，写作业。练钢琴，去玩，耶！站住，写作业去。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！奥特曼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能量了？怎么办？我与迎风在留步几步，怎生寒风吹动我。个假小我，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你，我们喜欢的是宁荣荣。只有我自己，我的眼泪，你的战利品。听说唐武林也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，大家都准备热身去给唐武林加油了，希望他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。三哥，你快过来，这个特效好好玩啊！哎呦，唐三，你好菜呀！我与迎风再留步几步，怎生寒风吹动我瞳目。这几个人不相信光，他们把奥特曼抓走了，谁能来救救奥特曼啊？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。我与迎风再留步几步，蓉蓉，你个恶魔！养虫传说，村里的恶霸饲养了一种养虫，经常绑架受害者，在他们的胳肢窝和脚底板上放上养虫，最后受害者会在奇痒无比的折磨中致死。织田、山菜和山歌不幸被恶霸绑架，
可恶霸放上养虫后，山哥痒得大叫，山菜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姐姐姐姐快走开，我们在练弓箭。姐姐姐姐你没事吧？谁能来救救他？哥，等一下我们去吃牛排吧。你哪来的钱吃牛排呀？你看，哇，认识你这么久，第一次看你这么有钱。你看这地方这闪睡着了，这是他手上拿的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分手吧，大妈给你的钱。啊、哦，小伙子你人真好，这样我就放心把我妹妹交给你了。原来她是你妹呀，分手吧。你干什么？你赶紧去追啊！不用追了，你看。你们是喜欢天使唐舞童呢，哼，还是恶魔唐舞童呢？不怕痒，我也不怕，那就来比比，就比。哥，关心，晚上千万不要打开窗帘，不然你会发现。唐三，你又背着我去一试。好了不好了，小五跟大猴子打起来了，小五这小身板不知道能不能抗住大猴子一拳，你们觉得谁能赢呢？糟了，昨天上学忘关水龙头了，还好我的小太太电话小表关水的，谁来救救我们呀？帅哥，我看不见，你能帮我捡一下吗？好啊。给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帅哥。那好了。谢谢。你是牛，你全家都是牛。你是狗，他是人。为什么他是人，我是狗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想。分手！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踹小猫咪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踹他？你太讨厌了。你是我是在帮小猫咪啊，给你点赞。今天我们要用萝卜刀挠绿茸茸的脚心，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我欢心大海，欢心沙漠，三、我欢心沙漠，二、一。怎么回事？耶！美女，你钱掉了。嗯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美女，你钱掉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喂，三哥，你说的这个方法真好用，今天又赚500。哇！听说唐舞童要参加学校运动会了，小舞一家已经穿好衣服，准备去给唐舞童加油了。大家觉得唐舞童能取得好成绩吗？我是小五，我一点都不怕挠脚心。Round two， 好痒啊！什么东西啊？